大家好，欢迎大家观看数位研究院您呈现的学视频。这个视频给大家分享的是这个 Mozy Pro 为什么一直没拍呢？其实我们卖了已经很久了，为什么没拍呢？因为太复杂了，不知道怎么弄哦。曾经试过一次装，但是没装成功。这个是已经装好的，但是哦，原装的这个瓶子呢不是这样子的哦。我这个呢瓶子是自己配的。你如果有兴趣，你找我们啊、哦。它这个很好玩啊、哦，首先它整套是这样子的，然后呢它这样转一下，哎就可以这里出烟，这样转一下，哎烟雾就走这里了，走这里呢，那盘子转一下，哎往下出，这样转一下，哎。从盘子这里出，有三种充电方式哦，不需要改变，它就是这个有升级，就是 iPhone Pro 这样的感觉啊，就是升级版。这个 Mozy 呢，我们需要就是那个 Two 呢，它需要拆下来然后装改配件，这个呢它不需要，你只需要扭一下，转一下 ，OK 就能搞定了，非常好，非常方便，而且呢透气感非常好，比那个，而且你看这都是不锈钢，那个 Mozy Two 的那个是那个 PON， 就是一个很硬的一种塑料材质哦，这个是不锈钢啊，不锈钢。然后呢，它你看它自己还可以按的，当然这个我们研究过。没鸟用啊，没鸟用，就纯粹就是玩的。当然了，它连接的地方呢是这样子，就它把那个密封圈就去掉了。就其实我觉得可以不去掉，但它去的那反正官方是这样子，我们也没办法，对吧？好的，然后它整套呢是这样子的，首先我们拿起来，整套是这样子的，整套是这样子的。然后呢装好以后呢，首先我们把这个可以拿下来的，这是可以拿下来的。然后我们组装呢建议是这样装啊，这样水花比较好，抽吸感非常好。然后呢，有几个细节，就当你收到这一款啊。就是这样子，礼盒装的原版的礼盒装啊、哦，暂时这个版本啊、哦，我们没有，就暂时这个 Pro 这个牌子在义乌市场啊、哦，在国内我们暂时没见到盗版啊、哦，暂时没见到盗版，所以呢，这个我们不说了，暂时没有，但我这视频发了，有可能以后会有啊、哦，我们不确定啊，但它做起来其实挺麻烦的啊、哦，可能很多就厂家觉得可能太贵了，可能客户接受不了，他们就不愿意去做了啊、哦，然后打开呢，这个原版这个打开又是这样子啊、哦，这样子的，这是原版啊、哦，这个原版。然后呢，这个颜色呢是这个两个颜色搭配的哦。这个呢，这个是手柄的颜色。当然，它这个手柄跟我这手柄是不一样的哦，跟我这手柄是不一样的啊、哦。这个我是自己配的，就是这个啊，我们就不说了，到时候你私下再说吧。然后呢，它这个是这样子的哦，它里面柱子需要加的，这个已经加好了，这个已经加好了，这个需要加柱子，这几个洞，这边上这几个洞来着，中间加柱子没有用，它掉下去的，对不对？你明白吗？就不用加好。然后你看这样子的，然后这里面是这样，然后这里面有一个柱子，这里面柱子它已经有了，已经加好了。你看它结构是这样子的哦，然后它是不锈钢，不锈钢非常重的不锈钢，然后。那这是一个手柄的一个金属杆子啊，这个我们就不管它了啊，这都不重要，不重要就开箱哦，我们开箱开一个这个正版的这个原装啊、哦，原装德国啊进口的，然后呢，那这个是另外一个手柄，这是另外一个手柄，两个连在一起，中间放一块就好了，这我就不教你，太简单了。然后你看这个，那这个就是这个像一块啊一样的啊、哦、一样的，然后这个就是中间那个东西啊、哦，中间这个东西，但这个有个细节，大家在使用的时候，大家在用的时候啊，你看这里有个小点，看到吗？那看到吧？那这里有一个。哦、反光，好，反光的时候看到了啊、哦，这个点跟这里，有一个配件啊、哦，它有一个配件，这个地方挺复杂的，这一个配件，那这个下面有个密封圈，这个配件它是装在这的，然后它装上去以后呢，刚刚我们说的那个点跟这里面的这个点啊、哦，这里面看到这里有个点要对称啊、哦，对上去啊，他们是不会碰的，但是呢，官方告诉你哦，这两个东西要在这一个区域，它的烟雾才会就会你转的时候烟雾就你这样一转啊、哦，烟雾就往上了。你再转一转，就烟雾就走上去了。如果你这个没对上，烟雾会从这边也出来哦，也出来，这边也会出，到处都会出，因为它这个结构设计的就这样子，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个口对上哦，把这个点对上，这是一个很核心的点哦。如果你没对上呢，就会出现一些问题。然后呢，你看哦，这里还有一个东西哦，这里还有一个东西，那这里这个东西，这个点也是很重要。这个点呢，这个东西，大家看哦，那这个新的也是一样的，我就给你们看一个旧的。那这个看到没有？它是有一个点，看到没有？这个点和刚刚我说的这个地方，这里有一个点啊，这里有个点，看到吗？有个突出的，然后呢，他们要对得上，放在一个区域，就跟下面一样 ，OK 才可以啊、哦，这个非常重要，非常重要，一定要记得哦。好，我们把装回去啊、哦。这段时间啊，它四个角没有特别要求，没有特别要求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把这个片装上，然后呢，再装上这个弹簧，然后我们再装上这个啊。好，我们来说一下刚刚这个弹簧的用途啊、哦，弹簧的用途，你看，可以往上推，看到？当你发现没有对正的时候，你不用拆下来，你可以这样推一下转也可以的，也是可以的，看到？也是可以的啊、哦，这样一个用途，这个弹簧，这个设计我觉得有点奇怪啊，不过他这么设计，我们就不去质疑他们为什么这么设计啊。然后呢，这里还有个细节啊，就把这个细节说完就 OK 了。其实其他很简单的，就你可能没想到啊，哎，好了，这个第二个盘子，它是装在，看到，它是装在这里面的，那装弹簧，然后再装这个头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个头啊，是这样子的，我们把这个就不动它了啊，它没事。那这个盘子是装在这里的，那这样装上去，你看，然后呢，它这有螺纹，跟这个东西。这样子，它是通过这样子固定的，看到它是这样子固定的哦。你看剩下的东西呢？你看这原版的，大家看，你看这都是跟那个其他版本是一样的哦。它都是一个袋子啊，你看弹簧，然后呢，哎，你看小头啊、哦，它同样的颜色硅胶的这个配色都是一样的。你看它这个也是一样的，对吧？都是一样的。